Hello，姐妹们，今天有风味派的意面跟原亮红的鲜虾蟹子云吞。我吃的这个是黑椒牛肉味的。啊，太久没吃，好香！鲜虾蟹子云吞。每一个里面都有大虾仁。他们家鱼面真的好香啊！我真的是超爱它里面这个大块的牛肉条。你们吃意面喜欢番茄肉酱还是黑椒牛肉？这两样今天都有，想吃的姐妹赶快来！